这把对面的阵容非常好，后期很强，德莱厄斯还有摩腾沃菲特加上这两个组合，哇，这每一个英雄都很强啊，这把我们后期很难打。感谢用心制作详细教学的大玩心，谢谢。他是彗星，我也是彗星，我们上来就耗他，他耗我不是很痛，因为我用魔法抵挡的这个护盾，再加上我的被动减少魔法伤害。我们和平补刀，大家都是近战，近战就不要为难近战 Q 他，彗星砸他 A 塔 B 塔，吃药，这个吃药的话附带魔法伤害，他带的是点燃，我带的是 T， 我的对线消耗会很强，但是他会有单杀能力。 Q 他的时候吃个药水增加魔法伤害，他的队友好像要来，但是在他没有六的时候没什么压力，把我耗到没血我们就回家 TP 过来。哎，好，二级 Q 只用 Q 来耗他，这个线很危险啊，但是他们是魔腾加莫菲特，压力不是很大，不然这个线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。Q 他，哎，好，哎，我知道他来人了，直接交闪。好，虽然我死了，但没关系，我有 TP， 并不是很伤。无所谓，好，你看我死了依然不亏啊，依然不亏。好，打断他很舒服，他得丢很多兵，虽然死一次，但是你看他只有六刀，我33刀，啊，这个基本上还是能够压制他。我们第一件装备出女神之泪，他出了一个这个东西，你看他没有钱啊，只有六刀，一个助攻而已。发育的非常差，压了他20多刀、啊、我们继续 Q 他 就 Q 他，无限 Q 他，但这个刀不能漏啊，刀不能漏，啊，基本上一刀不漏。啊，我队友来了，不好杀啊，不好杀，我没到六，不好杀，不用抓，我现在依然很肥，他基本上是没有补刀，他在防止我压他的血。A 他抓不到的。跑车要丢了，好，我马上溜了，
丢了。OK， 好，回家。我50刀，他大概只有20刀，17刀。好，想打断我，但是我溜的。他的魔腾没有到6，石头人没有到6，很难抓我。第一波抓野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，运气比较好，正好距离够。我们先出这个东西，那个鞋子，6级之后我就不好杀了。当然，他石头人和魔腾双6的话，这两个突进比较厉害啊，我还是得低调，得小心。被石头人抓到了，他石头人有没有用到我不知道，没看到。他没有大啊，我刚才一直没交啊，我会担心他有大。我加一波，补个血量。我没有出时光杖，算了，不回了。哎，他会很痛，他有红，他的大招刚才应该是放了。我的闪现好了，下一波我可以秒他，但是要小心他的那个护盾。花岗岩，好，他的这个血线的话可以考虑再 Q 一下，不过他有红回的比较快啊。很明显飞的是边路，啊，我回家了。他的大招 CD 快好了，我不能算他 CD， 算错了会很亏啊！回家一波，我回线也很快。先出一个大天使，然后转金身。这把金身要早点出，我有踢，可以考虑游走一下。这个人头可以尝试一波，他的魔腾在这边，我看到了，我可以先打他魔腾，先打他魔腾啊，没事，我死不了的啊，勾引成功，好 ，OK， 哎、啊，死了，好，上当了，他是没有大的，因为他大冲了刚才啊、哦，他 CD 很长。我们直接TP过来，优势很大。他游走了，他在游走，我也在游走啊。他游走的威力会比我大，因为他这个四不格挡太厉害了。但是呢，我补刀会比他多很多。
我心里有数的啊，他的魔腾开大这波是肯定冲中的，直接拉开搞他一个点燃一个大。我们好像劣势，好像并没有什么优势啊，并没有什么优势。军事这波石头人没东西了，好像杀不掉，不强求啊，不强求。好，把他这两个大搞了，我队友会很安全啊，队友很安全。先把炽天使做出来，这一波来吃个塔皮。炽天使马上够，OK， 很舒服。好，走了，回家。炽天使，炽天使出来之后呢，我还是比较脆，这个东西还没叠出来。所以我们暂时还是要低调，等金身出了就好很多啊。我要游走了，现在他的墨菲特他墨菲特也出输出装，那会比较脆。魔腾刚打完龙，他魔腾大招马上好，下一波应该是抓下，也有可能抓中啊。这样他出的这个全输出装，所以魔法伤害会很高。好，这一波他的大招好了啊，他大招好了，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小心他的这个大招，我在骗他，骗他一个大。哎，飞的下路，我们可以再把中路前打了。他这一波是肯定要大的啊，所以我们直接回拉，拉到塔下，他即使想换也换不了。如果我的血量太少，我就直接走啊，交给我的剑圣。OK， 下一件装备金身，但是在出金身之前。先买个秒表，再买个这个啊，安全。很多同学做这个反应很溜啊，其实这并不是反应，这是一个意识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剑圣绕后，他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大招后撤，一个是大招杀我。那他后撤肯定撤不掉啊，所以他一定会选择杀我。啊，我还有金身的，不怕。手上捏这个秒表没关系，他魔腾没有大招，没有任何角度来抓我。啊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我现在蓝够用，这波要回家了。哎，抓不到，我大招跑得快。魔腾打不过剑圣，这剑圣很肥啊，我们基本上不用管了。他飞得上路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打不过？输了吗？他魔腾应该是没血了，大招也放了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中路是很安全的。游走了，这波我可以赶过去，一层虚空行走，
两层虚空行走，三层虚空行走。好，他们看到我了，但是已经跑不掉了，来不及了。四层的话不要放了，等一下再放，耗蓝很多。这个追不到啊，不追了。我们把下路线压过去。我有气定神闲啊，所以在用这个杀人的时候不会那么伤蓝，杀一个会回复很多。啊，我现在不停的用虚空行走来压他血就可以了，直接用 R 打伤害。哎，一波二闪，好，小心魔腾大我啊！魔腾死了，是看到了，这炮车不能吃，有点小危险，撤回家。2100块，金身已经够了，但是我们秒表还没有放，直接出了，不想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分推下路，而不是去跟队友抱团。现在抱团的话呢，太早啊，太早，容易出事。对面阵容很好，我们把他塔推了。这个时候推进是很容易被对方团灭的，所以我们先推塔。对方阵容太好了，叠一下大天使啊，大天使没事，用 R 直接 R 他，护盾一开，哎，给他愣头青。好，哎，往这里 R 他就没办法 R 得很快。隔墙，我们看能不能等四层虚空行走结束。好，啊，愣头追，愣头小青年头巨铁啊，他们想杀我，但是呢卡萨丁太难杀了，我的虚空行走只需要2秒钟，也就等于我2秒钟一个闪现。我们出一个法穿鞋啊，这把我的 CD 够了，40。他的上路发育不错，打野发育不错，7个头，伤害很高，但是我有金身比较克他啊。我先叠一手虚空行走，现在3层伤害很高，好，杀掉 RAW。OK， 全部带走。现在我的伤害值会越来越高，现在还没有很高，但是会很灵活，根本杀不死。准备大龙，可以考虑偷一下，或者大龙逼他们出来。下一件装备我们会选择帽子，啊，帽子很厉害。巫妖也可以出，但也可以不出啊，靠帽子来打伤害，也可以。好，回家，我们买个大棒，让我的。小技能打人很痛。哎，我按错了，还好没吃掉，吃掉就巨亏。他们点了几下大龙，我们快进场的时候把虚空行走叠起来啊！没进场之前不要放，太耗蓝。他们在这里，但我不怕，即使看到我也没事。
不到啊，很难拉得到。啊，哦，人有点多啊，不然我可以杀，因为我有金身。你看，跑得很快，哎，四层虚空行走了。这个时候我的输出很高。哎，你看，没有办法，哎，勾引他，哎，勾引他，让他们来打我。注意石头人的大招啊！哎，你看，很强啊！继续。哎，你看，把他们牵扯了啊！他们很烦。好，收掉，很轻松。我手上捏这个金身，加上护盾。我靠，回吧，龙丢了，这个有点尴尬啊，龙居然丢了，有点小伤，但还好我们是卡萨丁啊，后期的一个非常变态的英雄，倒不是很慌。我离我的队友有点远，我得让他们撤。我不在的话还是很难打的啊。他们团长打不过，上把能打过是因为我们卡萨丁的这个牵扯啊，让他们进退两难。但是一般像这种阵容四 v 四的话，队友肯定很难打。他们控制多，伤害高。快走，他这个感觉会浪死。我现在可打输出可牵扯啊，可以上去卖，卖完之后躲起来飞。现在两层虚空行走，哟，恐惧开不出来。哦，嫩头小青年炸壶，这个东西没开出来。扎胡子啊，我靠，死两次。行，1000元现金红包来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次阵亡了，不可能再死了，最后一次阵亡。金身开不出来啊！我们被恐惧的状态是不可以开金身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3、2、1，走！我要把这个杀人书通过两波团战给它加起来。他们阵容会非常的好啊，其实我们不一定好打。爆炸果实。叮，先拉开，让我队友来打输出。但是我们呢，先拉开，哎，当他们追我的时候，我就拉开。哎，你看，非常的灵动，哎，让我们的蛮王很舒服。来，把它打断。很好，来追他。哎，很好，都死了，牵扯得非常好啊。大嘴的输出很高，我的输出也很高，但是呢，大嘴很需要保护，我不需要，我甚至可以卖。四成输还不错。
勾引成功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？怎么又死一次？他最后一个轮胎居然滚出来了，车轮滚滚居然放出来了，让我很尴尬。哎呦，蛤蟆被抢了！我靠，又死一次，我的杀人书又掉了。来来来，大龙搞一搞，这波大龙不能丢了。上一把失误啊，我们大龙被抢了，不然他们应该早结束了。他们通过了这波大龙，撑了很久，我还差一点钱，我得把这个帽子出了。好，16级，非常的恐怖。我现在的大招只需1.2秒，开大了。飞的是谁？蛮王，蛮王在单带，我们大龙刷了呀。等一下，我回家把帽子出了，我有踢啊。帽子一出就很强，再给他来一个法穿杖。这波小心啊，我们少一个人的，不着急。虽然我现在杀人数是0层，但是不用担心，这个打不了啊。3个人呢、啊、我们就打龙了。等一下啊，等这个蛮王，推一下。好，这边被拉了，这个完了。这个很尴尬啊。拉开，再拉开，勾引。好，感觉能勾引成功。算了，他们没追。我等虚空行走消失，乘数消失才能用。他把金身开了，哎，很好，哎，很好，搞个点燃不亏啊。算了，我R过去会被换，算了，回家一波。队友全部复活，我这波 TP 过来，很棒。哎，直接踢，买一个这个东西。买不到，算了，一啊起飞都得死，一个啊全部一屁股坐死，哎，瞬间10层，刚才一个大招啊4层的，你们发现威力巨大无比，一屁股坐死3个，很舒服。1000元现金红包，还有4分钟，抽完还有一个500，这500是最后500，不可能再死了。2200块，这条龙搞一下，我们出一个法穿棒，2650。还差一点，吃个蛤蟆。再吃一批三狼。不行。
好，够了，回家出一个，来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蛮王没大，卡查丁不在，好，我赶路很快，三层，哎呀，他把二高原选头给放了，我们蛮王在下路带，我现在看不到人啊，我现在看不到人，很尴尬，可以直接勾引，没事，不用怕。哎，没事，直接啊，做他们，直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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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他们，啊，这就是卡查丁，非常的恐怖，这个装备，只用虚空行走来做，而且我有这个。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在杀人的时候气定神闲，所以在杀人的时候能够用，瞬间团灭，又死了，快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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